前港姐蔡思贝最近荣升无线的当红花旦，今年29岁的佢孭住两部重头剧《使徒行者三》同埋《踩过界二》冲击视后宝座。Sisley 唔单止事业得意，爱情一样如鱼得水，同胡鸿钧的感情一日千里。最近仲获得男友的家姐借出跑车俾佢做代步之用。Sisley 自从2016年同麦秋成分手之后，先后同洪永成、余德成、张震岳、黄浩信等都传出过绯闻，直到2019年12月被我哋踢爆胡鸿钧对佢照顾有加，又车出车入，因而爆出恋情。近日胡鸿钧更加向家姐 Sharon 借咗一部名贵跑车俾 Sisley 代步，方便女友嘅出入。可见 Sisley 已经成功融入咗男家啦。日前就见到 Sisley 揸住呢架帝虎战车频频出动，仲将战车泊喺自己屋企对面嘅停车场。落楼拎车嘅时候，仲着住性感低胸背心，相当之风骚。全黑战斗格打扮嘅佢，更加吸引咗唔少街坊停低拎起手机，影低呢幕香居配美人添。唔知 Sisley 着得咁靓，系咪赶住去见男友胡鸿钧呢？机会嚟啦！缤纷星网收集各类型有趣短片。如果你家有得意宠物，想同多啲人开心 share， 或者你本人大把谂头，乜都够胆拍，又想一片成名，即刻 send 片嚟啦！